喂，好，有声音，有声音。好，我这边会讲马达的种类，然后控制怎么控制，然后，我不确定今天可不可以教到你们刚老师说的那个 APD Inventor， 我不确定。好，反正我就先介绍你们最必须要用到的马达 ，OK。然后Arduino Uno 的话，就是我们现在你看，你刚可能来前面，然后看到一些可能说我们最常见的 Uno 版。那通常的话，我们就是可能供电就是 USB 的话就是接你的行动电源这样子。那看你要不要就是另外接一个电池，就是7伏或到12伏。那假如今天你可能电池快没电了，那可能说。你这个电池可能只剩下5伏，那其实它光 Arduino 的供电板其实它就是很不稳定了。那对于可能你又接出去做于一些可能马达的控制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对于马达操作，那其实它就可能没有到那个指定位置这样子。好，然后前面一位助教有讲说，你这边可以直接接。你这边可以直接接 V in 进去，然后现在的 Uno 版的话，其实好像是会是三个接地这样子，然后你这边也可以输入 5V， 然后这边也可以输出 3.3V， 就是你可能对于你不同的模组啊，或者是看它需要什么，需要多少的电压，然后就已经透过这些可以去接这样子，然后。这下面右下方这边有一个 analog in 的话，对于它 analog 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我可以直接输入数值，就是像对于你可能我刚刚有对于一些同学有讲说，你可能你要去夹指定的位置、指定的高度的时候，你可以写那个4伏马达，然后去指定一个角度或者是指定一个可能数值这样子。那等一下会跟你们讲说它会长什么样子。那上面的 digital 这边的话，它是对于是说我只有开跟关，就是直接输入零伏或者是五伏，就简单来讲，就是像下面的步进马达一样，就是我要它动，就是给它动。那我不要它，我要它停止的时候，我就给它零伏这样子，它就停在那边这样子。好，那 PWM 的话，它简单来讲就是。对于你一些可能你在 Arduino 传输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杂讯。那 PWM 的意思就是说，我可能会把这些杂讯变成一个很直立的方坡这样子，那可以传给你的步进马达或者是伺服马达这样子。那蓝线的部分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输入的电压。那红线的部分就是你可能看到你蓝线输入越多的时候，你红线的时候它会越来越往上。那假如今天变成说我给一个另外一个负电压的话，那它就是会整体就会往下降这样。好，那 PWM 的应用的话，简单来讲就是我假如今天输入数值的时候，那我可以透过它这个数值去改变它的大小。那我这边简单应用就是说。我把这个数值把它读成这个 LED 的亮度，那我今天调动这个可变电阻的时候，它可以随着你的电阻的大小，然后这个数值去调控那个 LED 的亮暗这样子。那简单来讲，我们的马达就是分直流跟交流。那通常我们就是分我们会用到上面的，其实就是有刷马达的伺服马达，就是像是夹爪上面这一些这样子，你就可以就是对于有刷马达，那有刷马的话，其实它就是它是顾名思义有刷子在上面。那简单来讲，它就是你可能磨损磨耗久了，它简单来讲它就没有那么精准。那无刷马达的话，相对起来讲就是会比有刷马达还要来得贵这样子。因为它毕竟是没有那个两个刷子去控制那个角度这样子，那我们的步进马达就是下面这些，就是会是无刷马达这样子。好，那直流马达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就是比较
简单的去控制它的转速啊，或者是它的快速大小这样子。那交流马达的话，就是可以在高温的，就是一些可能工厂啊，就是高温高，然后就是可能很热的环境底下去工作这样子。那它的缺点的话，直流马达的话就是相对讲不能像交流电一样，就是这么的在高温，然后又是这么热的环境下去操作。那无刷马达的话呢，就是可以解决那些高温高压的那些问题，但是它的相对起来讲，它的价格也会比较高。那交流马达就是在控速上就是会没有比较，就是比较麻烦这样子。那直流马达相对起来讲，就是我们现在这台车上面，就是可能你行动电源输出的时候，然后可能对于下面的什么直流马达，然后去控制说我这样子，我今天可能马达我需要9600转，就全速开，然后他就给他直接这样子指定这样。好，那步进马达跟伺服马达比较的话，步进马达就是价格会比较低，然后伺服马达就是比较高，因为伺服马达的话，简单来讲就是你可以需要到精准的角度这样子。那伺服马达其实还有分180度跟360度，所以当你们在购买伺服马达的时候，你们还要再去看说你今天这个伺服马达是否可以转到360度或者是180度。就假如今天你可能说我今天想要夹爪转到另外一边，那它可能就要360度，你就可能还要再去看一下它的规格或者是一些东西，你就要去不要到时候买错了，对，不要花冤枉钱。好，那步进马达的话，它的转速就是比较慢，那伺服马达就是直接到那个定点，所以相对起来讲会比步进马达还要来得快。那其实这边有一张图，就是说你步进马达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像它是顾名思义嘛，就是一步一步前进。那步进马达就是它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但是它有可能说，你说我指定到可能8000转好了，那可能它这样子一步一步加速到8000转的时候，它会过了一点点再回来，那就是 overshoot， 就是等下会讲的。那伺服马达的话，就是它会直接就是刚有说了，就是它会直接过去那个你指定，就是你程式里面写的那个位置。那就是因为你可能对于加速的时候，就是可能会超过一点点，那但是它还是会回到你程式所给定的值这样。好，我们最常见的其实就是下面这两种 SG90 跟 MG996 啊。那 SG90 的话，通常会对于可能说你可能控制一个小小的角度啊，然后可能不用举到这么就是整个手臂这样子，那它相对起来讲就是会比可能右边的那个 MG996 的话，它是可能可以操控比较重的，就是一些连杆这样子。然后你可能在挑选的时候就要挑选到说，对于不同的连杆，然后不同的品种，就要对于不同的伺服马达这样子。不一样。对。所以 MG996 啊，它是几度的？你就要看，因为它有分。对，它有分，就是像可能说，它应该是会写在它的规格后面，然后就是说它是180度或者360度。就可能你到时候在购买的时候就要看清楚它是哪一种的。对 ，SG90 它能抓的只有180。180。对对对。好，那这边的话就是最主要就是这个 map。那简单来讲，因为我们对于 digital ride 的话是1024个格子，那我们是简单来讲就是从0到1023，那我们可以把这个角度从分割成就是180度，从0到179，那这个 map 是很好用的东西，对，就是它这边就是
那这边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操，就是刚刚说的，就是操控你的读值，读值之后，你对于直接传输给你的伺服马达，然后伺服马达去做那个数值的运动这样。好，步进码的话，其实相对来讲就会就是会比较，它其实还有分就是三种的话，就是等下后面会讲的，就是这个一箱基池驱动法，然后再来是二箱基池驱动法，然后也有一二项，所以到时候就会看说，你们的伺服，你们的步进马达对于这些操控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情况，然后像等一下会跟你们讲每一个的优缺点这样子。那一箱基池驱动法的话，它其实它的扭力其实就是小，然后但是它可以很省电，但是你们对于可能爬坡一些光滑路面的时候，就可能说，可能因为扭力小，所以爬不上去。相对起来讲，这种马达就是比较不适合。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把上方这边当作为那个，我们这边有设置 pin mode， 刚刚就是有说，我可以输出这个点位的值是多少，所以我这边设置的是 pin mode 8，然后 pin mode 9，然后10跟11。那我把上面定为8，然后左边定为9，然后下方定为10，然后右边定为11。然后一箱基池法简单来讲，就是把这个线，就是把那个点位的那个线圈通电之后，它就有磁性嘛。那简单来讲，就是假如8今天通电了，我今天输入就是1。那 digital ride 那边就是说，我刚刚不是有说，就是你只要就是我开跟关这样子，所以我只是直接输说这个点位，我要直接输出的时候，它就我直接写这边写一，它就会基石这边，然后它就是其他的地方的话就是零的话就是不给它这个五伏这样子，去不给它基石这样，然后就像第一个这个 loop， 它简单来讲就是8这个点位的时候，第一个那个电磁圈通电之后，它就会像图一这样子，它只有通电通上面，然后今天换成下面这个第9点位的时候，通电的时候，它就会像成第二张图这样子，然后以此类推。那二箱基池法的话，简单来讲就是像刚刚一样，你可能一箱基池的时候只是8、9、10、11，那二箱基池的话就是直接变成两个，就是8跟9，然后9跟10、10跟11，然后11跟12，10，8跟9，然后9跟10、10跟11，然后11跟8这样。那一二箱基池的话，就是两个合在一起这样。好，这边步进马达范例的话，就是我这边是直接指定点位之后，然后指定速度，然后它可以开始的，我们指定它的开始的转速。那这边的话就是指定说，它要顺时钟转还是逆时钟转这样子，你都可以透过一些程式的话可以直接写这样子。然后这个是就是刚刚那个程式所做出来的方法，就是我正转，然后速度是9600嘛，所以我正转，然后正转完之后，因为刚是有一个 clockwise 就是正转之后，然后 counterclockwise 就是直接反转，所以它你看这边就会正转之后，然后再反转。好，那驱动板的话，其实我这边会介绍三种，那就是看你们对于
你们的马达就是想要驱动是类似用什么方式去驱动，你们可以挑选你们喜欢的。那我先讲 ULN2003 的话，那其实你可以从右边看到说，我对于这边是直接 force， 那它这边下面的话是这边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到时候会附投影片的话，你们到时候再看一下。就是我这边 pin 1的话就是 low， 然后 pin 2也是 low， 然后前三个都是 low 的时候 ，pin 4就是 high。那简单来讲，我输出第四个点位的时候，那它会是直接因为我上面是写 force 嘛，所以可能说我在输出的时候，我只指定说这个点位，然后它基持之后它是这样子转。但是假如今天你把它改成 true 的时候，它会整个反过来。但是这边的话相对起来讲，你就是必须得直接进到程式里面改，相对起来讲你们就是没办法，就是可能你按个按钮之后它就可以直接变动这样子。那另外一种就是 A4988， 那简单来讲就是我直接指定到它转的位置这样子。那它还有调控它的那个可变电阻，然后它就是可以直接改变它的输入的大那个电压大小，那它可以转的越就是可能你电压越大，你转的越快这样子。好，这就是前面的，这是我们平常最常用的啦，就是 L298 的。那其实一个 L298 其实可以控制两个马达，就你就看这边，左边是一个可以控制的，然后右边是一个控制的。那前面的三个的话，一个是输入的电压，就是你可能电池盒想要加在你的 L298 上面的时候，你就可以从这边输入，然后这边也是接地，然后你的电池槽夹在这个 L298 上面的时候，你的 L298 上面是整个就是你的电池盒的那个电压。那你可以可能说，我今天不想要那么麻烦，可能 Arduino 接一个，然后 L298 又接一个的时候，你可以从这边 L298 上面这边5伏直接输出到你的 Arduino 板，是可以这样子的。然后在讯号脚位的话，等下后面会讲说，你可能对于这两颗马达，因为叫左边一颗嘛，然后右边一颗，对于这两颗马达是要怎么操控的话，就是透过这个讯号脚位，然后你到时候可能写Arduino 的时候写数值，然后输入到这个讯号脚位，然后去控制这个两颗马达这样子。好，这边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四个讯号脚位。那先帮我记得，这边左边是一跟二，然后右边是三跟四。然后你就看嘛，一二的话就是左边的 M1 呢，就是我们刚刚在上面图的左边这边。那简单来讲就是左边控制左边，然后右边控制右边 ，OK。然后旋转方式的话，正转的话，你就想今天假如可能，因为你就想嘛，你一个马达就会有正负嘛，那正负的话，你假如今天。正负就是两条线接在 L298 的侧边嘛，那你假如可能前面这个脚位就是对于你的 EN1， 就是可能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刚刚这边讯号脚位的最左边，就可能上面这个点位是下面这个最左边这个，那我今天假如正转的话就是高，那就是直接输入它5伏这样子，那它就直接是我单边通电，然后单边去旋转。然后假如今天变成反过来的话，就是变成第二个位置，然后输入5伏这样子就会反过来。那停止的话就是两边都不给供电这样子。那其实 EN3 跟 EN4 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只是控制另外一颗马达。然后控制转弯的方法其实很多种啦，那我这边就是讲最常见的三种。那
你就想嘛，假如今天是两轮车好了，就是一个人走路的时候，你可能要左转，那先讲下面好了，左转，你在往前走的时候要左转的时候，有三种方法，你左边不动，右边动，所以就会变这样，对不对？对，就是右边动，然后左边不动，所以就会变成你左边还是就是左边为轴心，然后右边一直往前，它这样子旋转。那假如今天你可能觉得还要再往前走的话，你会变成说左边也跟着动，只是动没有那么快，但是右边反而动得更快。那相对起来讲，就是用速度差去转弯这样子。OK， 那最后一种就是以原地旋转嘛，就是左轮后退，然后右轮前进，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有点像转身的概念，你就是在这个点位，然后不动，然后去转。OK， 那右边的话就是反过来这样子。好，就是对于可能你 L298 操作码的时候，就是会像是这样子接线。但你左方的话，就是可以接对于马达去接一个正一个负，然后去对于前面刚说的输入脚位，然后就是接可能说你写在可能input 的第五脚位，然后跟第三脚位这样子，然后我就可能接在 Arduino 版的第五脚位跟第三脚位。然后刚刚有说，就是假如你今天不想要接那么多电池好了，那你今天可以从 L298 输入这个电池之后，然后可以透过 L298N 这个五伏去接你的 Arduino 板上面的那个 V-in， 那就可以你的 Arduino 板上面其实就会供给这个五伏在里面这样子。那这边简单来讲就是说，我指定脚位，假如今天我 in one 是对于刚刚这个地方的三这边有写，然后in two 的话是对于这个脚位五，就是 in 刚刚是这边嘛，然后对于三接到 Arduino 的三脚位跟第五脚位，然后我可以对于这个int one， 然后去 in two 去设置我这个要做这个脚位要做什么，然后通常是 output 啦，因为你毕竟你要去让它接受你的讯号，所以你要输入电压给它，数值给它，就是透过 output 去接收。然后digital write 的话，就是对于你的脚位，然后去输入说，我今天 high 的话，就是可能说我这个脚位我要给它五伏，就直接 high， 然后给它五伏。那假如今天 low 的话，我就是不给它电压，就是叫它不要动。所以就可能说，你今天 int one 的话，就是 int one 就是蓝色这条嘛，对不对？那蓝色这一条的话，可能说就是你可能黄线这边就会通电，那通电之后你的马达就可能是正转。那假如今天你只有通电，就可能你写int 二就是这个三，然后是 high 的话，就会变成绿线通电嘛。那绿线通电的话就是反转这样子。你们可以透过可能high 跟 low 去控制马达的正反转这样子。那这个是实作范例。简单来讲，就是你可以透过不同的 high 跟 low， 然后去输入它的数值，然后可能你输入电压大小，就是像刚刚前面有说，digital write 可能 int two 就是。我指定可能绿色脚位这边就是 int two 就是红线嘛，连接到绿线，然后绿线连接的时候，我要指定它是200，输入200的时候，它就是转速比较快。那假如今天你变成一的时候，就是蓝线嘛，蓝线输入的话就会变成黄线，那黄线输入可能就是因为刚是绿线，可能它是反转的，那你今天变成黄线通电的时候，它会变成正转。那我今天，但是我这边数值只有写100的话，那相对来讲就会比刚刚我输入数值200的时候还要来得慢这样子。所以你可以
透过你这些数值，然后去控制你的马达转速。然后这个是直流马达的应用，就是它可以冲到这么快。然后四五马达的话，就会就是像刚刚说的，直接写到指定位这样。有任何问题吗？刚刚没事没事。好。哦，这样我就懂了。要可以看一下那个固定马达的型号吗？固定马达，你是说？刚刚看到师傅哦，有固定的吗？固定的，没有，这不在这上面。你可能到时候再来前面看一下我们这台使用的固定马达这样。好，我再讲一个。好，因为你们毕竟都是要用蓝牙嘛，所以我们这边就会介绍你的手机 APP 上面，然后在座各位用安卓手机的举手一下，让我知道。哦，这么少，那假如在座的组员是，就是可能这一组的话，可能是 Apple 手机的，你可能就要借用你同学的手机，然后就是拿来用。就是请各位回去啊，你们跟你们的组员看嘛，你们这一组是不是都全苹果的？那如果你们这组有人有 Android 的话，那就是靠他的手机啊。然后按一定要用手机来控。也可以不用，我们只是介绍一个方法。没有，就是我如果有其他方式可以用遥控的话，我可以。那你要用什么方法？你的遥感之类的。可是就会进入到我在学期初讲的模糊地带，因为，我们有那个预算的清单。嗯。那。当然，那些 Android 手机也没有在预算内的，所以这都是模糊地带。那以前有别人不爽过，为什么会有的组可以用 PS 遥感？为什么有的组用什么？所以我只是告诉各位，因为我们教的是用手机，如果大家都用手机的话，就会没有什么好吵。那今天如果你们有什么自己的招数啊？我们也不会特别去说啊，你不能这样。但是，就我不知道到时候会有一些主角出来抗议。啊，如果我不鸟他，棒球棍不鸟他，最后也是会吵架。最后就是，我跟各位讲一下，什么时候你们会吵架王啊？什么时候你们会吵架？就是啊，那个，你如果你做了。你想做的什么事情，但是你的表现很差，没有人会管你。但是你天天就是得到第一名，然后你又做了跟其他组不一样的事情，那第二、第三名就会来抱怨。所以，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说，不要有争议啊。那，我也没办法告诉你不能用那一个。其他控制方式，因为 Android 手机也是预算外的，所以公平起见的话，都预算外。看来那个控制的东西，其实都是预算外的。对啊。哦，所以就我没办法，就全班都强制说不能做那件事。那不要太夸张了啊。就这样子。OK。你们安卓手机打开你的 Play 商店。你可以打 MITAAI2， 你会找到一个 APP 可以下载。然后，你可以直接查这个 MITAAI2。
P， 然后 A P P。应该打前面你就可以搜寻。OK， 反正这个 app 的话，就是当你在网络上，就是可能像我这边可以开给你们看，就是像假如你今天可能一个手机界面的时候，然后可能你要经过你的连线的时候，这边可以有这个 QR code 跟一个你的那个代码，然后就可以输入到你的手机里面，然后你手机就会进行连线。是 ，OK。这边的话就是刚刚网页上你有看到，就是说它整个的界面。那中间的手机的话，简单来讲就是到时候你 app 连线的时候，你手机上面会出现的什么样子。然后，哦对，一个 QR code 只能连线一台手机，所以假如你今天 QR code 被扫描了，你其他人就扫描不进去了。所以就是怕到时候出问题，就是你们先跟你们讲一下。然后左边的话就是功能元件列，就是你可能我今天在这个 app 上面，我可能要有一个按钮啊，有可能要一个选单或者是怎么样的，都是可以透过左边去选，然后拉到你的中间这个手机的模拟手机界面上面。然后右边的话就是当你今天这个按钮，你今天想要指定它说，哎，我今天这个按钮我要它指定它为前进的时候，你可以改变上面的字啊，你可以改变上面的大小啊，或者是改变上面的一些零零总总的东西，然后就会看得比较好看这样子。所以可以透过这个元件清单与属性的时候，你可以改你的大小啊，你的字型啊一些的东西。好，那简单来讲就是，假设今天你可能要一个按钮，然后我可以直接从透过左边这边，我可以直接拉按钮到这边。那假如你今天想要好看的话，等下后面会讲说你要怎么编排啊，或者怎么样的。那标签的话，就是说我今天这个位置，我可能说我要显示出什么字啊，或者是可能说我按个按钮，然后可以确保它是前进的话，我会显示这个地方为前进两个字这样子。那清单选择器的话，就是你可以选择可能说我要控制哪一个马达，那相对起来讲就会比较难写这样子。那对话框的话，就是你可能说你这边马达去接收的时候，你这边手机会收讯到什么数值，那可以透过这个对话框然后去收到这些数值。那文字输入盒的时候，就是可能说我在程式里面写了说我可能指定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然后我可以直接透过这个文件输入盒直接指定到我要的地方这样子。那现在这个手机界面的话，就会像是左边这个元件清单的前半部分。那下一个就是水平配置的话，假如你今天想要好看一点或者是怎么样子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水平配置拉到这整个Screen 里面，就是你的手机界面里面，然后可以放入可能2到3或者是更多的按钮上。那你在右边的元件清单，它会自己再列一个水平配置的地方。那我们必须要用蓝牙伺服去控制嘛，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这边蓝牙伺服端就直接拉一个那个元件，然后到下面，它其实就有这个蓝牙的功能。那到时候你们到时候在写程式的时候，它后面是一个方块列，它就会直接显示出你有马达这个作用这样子。然后就是刚刚说的元件属性设定，其实你可以控制不同对于颜色啊、字体啊，或者是你可能字体要长什么样子，要好看一点啊，或者是美观一点啊，就是这样子，从这边去修正。
然后程式界面设计的话，就是透过右上方这边有个 block， 那它其实就会到后面这个地方。那我像因为为什么我刚刚会说我对于每个按钮都会设置说每个名称，就是相对起来讲，假如你今天你可能在左边看到的时候就是什么按钮一啊、按钮二啊，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所以相对起来讲，你可能一刚开始的时候就要设置好说我这个按钮在做什么，这个按钮在做什么。所以可能今天你按钮这个设置为前进的时候，你可以直接透过这个程式界面，然后可以直接说，哎，我知道这个按钮叫做前进，然后可以直接拉那个程式的框框，然后直接拉到旁边说，哎，我知道这个按钮是前进的时候，我会做什么东西，就是可以比较清楚知道你自己程式在写什么。那画面编排的话，就是可能像我们可能就什么前后左右嘛，所以可能就是对于你的整个画面，就是可能说我想要摆的好好看的，就是像上面就是前，然后下面就是后退，然后右边就可能是右边，然后左边就是左边，它中间就比较有东西，然后就是可以透过这个手机的那个模拟器，然后就可以表现出你想要的按键的样子，就不要到时候设计出来又不是自己喜欢的样子，然后又按得不飒飒，然后结果不小心按错手大，然后按错，哎，跑出去，然后就被扣分了。然后这个就是假如今天你蓝牙选取的时候，它这边其实就有很多。这边就有很多，就是当蓝牙选择完成的时候可以执行什么，然后或者是准备选择，就是可能说我点选的时候它会做什么。像你看我这边，因为上面也是这边是蓝牙连接嘛，是一个按钮。那我假如下面是当蓝牙选取准备选择的时候，它会，你就可以，它下面还有一些可能不同的东西，就是什么设当蓝牙选取为元素的时候，它的。我的车子就会接收到这个讯号，然后它就会进行连线。那蓝牙选择完成，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连线成功了之后，它会做什么？那就是可以透过左边这些方块，然后去拼拼凑凑你想要的程式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你输入给它，就是可能你接收到的时候，它会输出不同的数值，就不同的写法这样子。那像这个垂直配置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刚刚像这边的上，然后就是你按到上的时候，它会做什么事情，就是也是透过这样子去拉方块，然后去写。好，那网页版的话，你可以打，就是你可以打开手机或打开电脑，你可以直接打 APP Inventor 其实就好了，然后它会第一个其实就是。会显现出刚刚那个页面，然后它会这个。那我这边讲解的话，就是因为它可以分两种，你手机可以模拟，但是你到时候在比赛的时候，可能说我手机在旁边操控，而不是电脑。因为我这边介绍的话，就是我可能不用用到手机，我可以直接用电脑，然后进行电脑的手机那个界面操控，就是模拟出手机在。成功执行的时候会是长什么样子。那这边就是一些安装，可能安装那个手机界面的一些程式，然后反正就是到后面这边连线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选择模拟器。模拟器的话就是直接在电脑上面做连接，那它会让它连接之后，它会形成一个这个小手机。在显示在你的电脑上面。那因为一刚开始嘛，就是可能版本会比较旧一点，所以你可以偷，它会需要更新一下子，然后其实它就可以进行连线啊。假如你今天试过了，可能说我更新完了之后它却连不上的时候，你可能就要重新，就可能它已经连线于时了，那你就可能还要再重新让它连线一次这样子。那假如今天，你今天设计好的 app 之后，
然后又连线到你的手机的时候，它其实就会出现在像左边的这个画面，就是像你刚刚看到那个手机界面的那个中间那个部分，就是你怎么设计的出来就是怎么样子的。然后这些是一些参考资料，然后我觉得是不错学习啊，就是你可以去看这样子。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就是之前我做过一些可能不同的，就是像假如今天，我今天像是想要输入一些可能，我想要今天的钱币分类，就是我今天前面这边有个钱币选单，那简单来讲就是你可以点选，然后它其实这边就显示，然后有个钱币分类。那其实第二个的话就是钱币，我是这样子定义啊，就是钱币分类一。那简单来讲，我钱币分类我就可以可能选择一个清单，然后清单的时候就是你想要的币值啊，或者是一些。那这边的话就是可能从 test 拉一些，可能说你要什么就是直接这样子连接到后面这样子。那你不想要的东西你可以丢这边，这边就是垃圾桶。或者是你 delete 也可以按掉，好，然后选择不同的东西的时候，你可能说，我今天选择之后，我要开始做什么事情的话，就是透过可能说，我刚刚说钱币分类嘛，那可能说我今天选择之后，选择之前会做什么事情，啊，选择之后会做什么事情，都可以透过这些一些那个 app， 然后或者方框框去选择。然后就是，假如今天你要做一些数学式的运算的话，你也可以就是，假如今天像比，就是当你选择这个转换的时候，你可以做今天，假如今天钱币分类它是第一个的时候，那它会做乘多少，或者是假如今天钱币分类是第二个的时候，它会乘多少，就是按照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原本你们写程式的时候就是。要打出来嘛，啊这边就是比较简单，就是一个框框已经帮你配件好了，你现在只是要想要怎么按照这个逻辑把它拼出来这样子。然后其实你这边假如要新增一个，就是你这边尽量打英文，然后尽量不要空格会比较 OK。然后像假如你今天发觉哎你可能要很多的，就是可能像。你要定位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BMI 啊，或者是就是可以透过一些像可能你想要比较好看一点，就是可能说下面可能说有个垂直配置啊，或者是像这个是四个的，就是你可以塞四个可能 button 在里面啊，这样子就看你们自己怎么去配置这个东西，然后它就会显示在左右边这边，然后假如你今天可能说，今天去计算的时候，然后它会显示出你的字的，就是假如你今天答案想要显示出来的话，就是用会在这边结果这边有个答案，然后它是用那个刚刚所说的那个 text， 就是文字，然后就会显示说。哎，我想要是什么颜色，然后显示什么字，都可以这样显示。然后它也可以计算，就是计算时间，就是你对于一些可能不同，然后去计算说我今天跑到多少时间的时候。然后它是要怎么计算，然后分成什么小时啊，或者是分，或者是秒这样子，可以有不同的运算。目前 APP Inventor 就差不多这样子。那想问各位同学有什么问题吗？